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贾和义。北京宋庄画家冲最近地摊摆得很热闹，今天看到一位老师把他收藏多年的作品都摆了出来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这1880几年的早期印象派的。1880几年？哎，1880几年，从欧洲弄来的。这是欧洲的过来的。像这卖多少钱？不是，没法说。啊、哦，没法说。太厉害了。再说也不是卖不卖的事。啊、哦。您这都是老物件啊？全是老的，没有新的。还有新的，基本上我是不喜欢的。这个是魏天林的，魏天林也很有名的，这个山西的魏天林。这都是有特别有年头的画。对啊，这个是国内国的，这是陈抱一的，这么正。陈抱一也很有名，画的很不错，画的很不错。你看那个原款就是了。那你这个徐悲鸿的，甚至有人说我们这个画是印的。你说你是这样的，这东西你是这么看啊？你看这是不是画的？然后是不是原款？这有款没款的话，我们就没法说。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他就是徐悲鸿的。你看你其实能懂的吗？这个东西，你看背后，钉都没动过。这是这个板上面原装原表，原装原表原签。那有多少年了？这个48年的。48年的，这款是48年的，70多年。那您这老宝贝了。这个字就是后人签的，后人签的是什么事？你看，什么谁画的？你看，雨萍什么画雨什么，利乐楼。是西轩，你看这画的还盖着章，这个洪秀全，这个也是那个人后写的，嗯，宋庆龄啊，宋庆龄师姐女的。那您那是值钱啊？我们家还有，不是一点的。太厉害了，受了多年就搞这个。宋慧明老师，这个也是是吧？嗯，70年的。这位老师收藏的作品看着都很棒，多数都是几十年、上百年的。至于老画我也不太懂，有懂的朋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好，这期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再见，喜欢加关注哦。